好，大家好，这边是台中市大甲区的联泰汽车，台中市大甲区的联泰汽车。那今天为大家介绍这台是2021年的 A250 四轮传动版本 ，A250 四轮传动版本。那目前的里程数是36000公里。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那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台车它都有哪些的配备。那首先看到车头的部分，还有夜色套件 ，AMG 的外观。MG 的铝圈，18寸的，啊，一样是夜色版本，免钥匙摸门系统，哦，四轮传动的标志。那看一下后车厢的空间，后车厢空间非常大哦。打开下面这边，都是一些急救系统，还有低音重低音喇叭。OK， 那我们来看看内装的部分。它驾驶座的门打开，可以看到记忆座椅、电热座椅以及柏林之音。门边 A 柱也有看到柏林之音的高音喇叭。来看到侧边，副驾驶一样有电动记忆座椅、电热座椅。柏林之音的 logo， 里程数目前36182公里。那看到方向盘的部分是正 AMG 的方向盘，平底方向盘。那这边 ACC 自动跟车，方向盘操控键，无线充电，触控式板。然后打倒车之后会有倒车显影。哦，那看到上方全景天窗是可以完全打开的。OK， 我们看看后座的空间。那前座是双赛车座椅，后座的部分拥有柏林之音的高音喇叭、低音喇叭。空间非常的大，那中间可以看到通电口，那下方中间打开中央扶手及自备架。以上就是这台 A250 2021年的介绍，有兴趣没有？欢迎来到现场赏车，谢谢大家。实在就是 SUM。